博物馆，现在是免费开放日。我的右手边就是中国国宝厅。这是安省博物馆，那个主大厅，右侧中国壁画博物馆。这是一个三彩佛像，它的原来出土于中国的义县。佛像是栩栩如生的，莲花底座正冲着安省博物馆正门。这是一个鎏金观音，陶隐陶，陶俑的陶，三尊佛，石佛。站在莲花那个花座上，给两个，你老婆都没给呢。再一个佛，它的比这个佛稍小一点点啊，它那个正佛和它的比例。这石佛很精美。他对着大厅的观众笑脸相迎，哇，漂亮，很小吧？但这个佛做的很漂亮，你看看他的，笑容啊。他身披的袈裟，还有点没掉色的彩。安省皇家博物馆正门，就立了很多这样的佛像。
个石碑也在皇家博物馆那个石佛的左右边摆放，像这个石碑坐在我的右手边。我们把镜头再摇向了这个中国国宝，这个三彩弥勒佛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据了解，它就是一个镇馆之宝。镇馆之宝的左右都有一个这样的一小像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摄像头一直是围绕这个主题。这就是镇馆之宝左右的一个橱窗展示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石像石碑。佛和各种各样的木雕佛呀，还有青铜的佛呀，来摆放的。这是一尊弥勒佛，还有一个佛的笑得很可掬呀，笑得很好啊。我估计这个佛，这尊佛是不是关公啊？因为在中国人的，所以说我们摄像机摇向了整个是一个中国佛厅的一个大厅。现在你看看比较雄伟的展览啊，五佛群。这组群像啊也好，是吧？雕塑也好，非常虚实的，非常好看，虚实严谨。这是观音呢，是。我们看他手，他手指都没了。木头的是吧？木雕啊。有啊，是佛是观音石雕。这是木雕。木雕是观音的是。还是佛雕？这是主要是中国的佛是不是？佛是吧？在哪出土的？在哪搞的不知道是吧？哪产的不知道是吧？你看他这戴这个头饰非常细腻啊。这是一个陶俑，估计是一个陶瓷做的。
非常可爱，笑得很好，他的手还拿着一个拐杖。红旗，一个陶器博物馆，这个陶器的盘当中写的一个文字，可能是一个喜字啊，是一个寿字啊。是中间那个。对呀、啊。估计看着没？这个字呢，就是喜字，看着没？所以这个盘子是喜字。所以一圈全是喜字。各种各样陶器，你看这是青花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青花瓷。太蓝，是不是？这是景泰蓝。这是大翠。这个瓶是什么？像是就是南产的，你看这个这做的很精细，你看这那铜也青铜啊。嗯，这瓶做的很好啊。我卷沿双耳大瓶，不是，是掐丝的。看看看，这个大盘子是做的是，是不是？龙盘，龙虾，这个大龙，这个龙。大盘子老沉了。皇帝吃过大盘子。这应该是树叶。树叶啊。树叶那个掉到里边之后，自燃烧。十个太阳，射太阳。看。射箭，这一组造型叫四人儿。你看他这个，他这个啊，这一块除了看这个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好的。这是陶的，瓷器的，发好以后做了塑形以后再。那种漆器的，他做了塑形。哦。怎么搞到的这些玩意儿？从中国那个那面不是写了吗？他是1900几年的时候，好像是一个古董商。就是不是他因为那个陵园嘛被破坏，他20块钱一张吧。哦。这个碗确实漂亮，好。很多一种类型，其实你看一下，很多一种类型。你看它这，那是欧洲。看那图案多好，多漂亮。站在一个什么上啊？一个小骆驼上啊？是什么都？这个什么好？那个？那是什么？
这个橱窗展出的可能是象牙的一个器物，你看呢，这三尊那个人物像是吧？那这个是干嘛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飞的那个，蚊子不是蚊子。She's a very smart person. Yeah, I think so. But just let me know that it's a part of our Muslim, right? Yeah. It's a branch of Hinduism. People can do it.那这个那个什么小动物在身上爬的？啊？像个羊似的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那是羊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？它是个羊窝，它是个羊窝。那这龙跟那个跟那个合在一起，那你说那个皇上不得生气啊？啊？一尊，两尊，三尊，四尊，五尊。不行啊，大石头。